身帽的两名男子手上拿着传单，在骑楼下边走边撒，甚至还淡洗银行。停红灯路过的民众看到，纷纷转头。荒唐行径全被行车记录器拍下，而他们手上撒的传单就是这一张。控诉卫星处长是时间管理大师，一次劈腿四名女子，专挑大眼睛、身材纤细的同事约会，甚至还会一起甜蜜合照。不管是浪漫吃便当、温馨接送，甚至是餐厅约会，离谱画面全被印在传单上。当时两名男子就到银行的这处金控大楼来丢传单跟进行淡洗，事后还嚣张跑到另一间分行继续丢鸡蛋。事发在20号上午11点，台北大安区仁爱路四段。两名口罩男选在仁爱路总行砸鸡蛋、撒传单，接着开车离去。但这样还没结束，嫌犯转往目标到忠孝分行，同样淡洗银行后，开车逃往中和。目前警方追缉中。有两名男子哦，对这个分行的大楼有丢掷鸡蛋哦及分发传单的一个动作哦。那随后这个大楼也对这个两名男子哦提出这个毁损的告诉哦。那本所目前已经锁定哦相关可疑人车哦，积极来追查侦办中。卫星主管设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，将调离现职，如查证属实，绝不宽待。银行已经提告，只是因为主管的男女关系，让大门遭弹洗，恐怕让形象大为受损。三立新闻吴冠莹、林玉君台北采访报道。